忙什么呢？最近在忙着要教大家怎么赚钱哦。10月19号星期六的下午2点钟有一场非常重要的财经论坛。过去呢，我们就透过美股在看 Nasdaq 相关的科技类股它的表现趋势，但现在有一个全新的商品，可以让大家人在台湾直接操作美国的科技股期货纳斯达克100期货，很重要。怎么操作？怎么样零时差、零距离的跟上美国科技股，我们大赚趋势财呢？就在10月19号星期六下午2点钟，在福华文教会馆。大家怎么报名呢？完全免费，透过荧幕上的 QR code 还有贴文里头的连结就可以免费报名喽。10月19号星期六下午2点钟，在福华文教会馆，我们不见不散哦。